哈喽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 Will 的变形金刚幻想时间，这是我们第112节节目。在上一集呢跟各位分享完了这个 Transformer Dark of Moon， 里头的一个双人组合包的这个叫 Deluxe Class 的白色版本地雷，白色版的这个地雷。OK， 那它是一个双人包嘛，那上一集跟各位分享完了这个双人包里头的这个白色的地雷之后，今天这集就来跟各位分享这个双人包里头的另外一个角色，也就是这个博派的首领 Optimus Prime OP 哦，星月科科博文嘛好，那星月科嘛，就星月就有星星有月亮嘛，对不对？星星在这边一点一点白白的嘛，然后这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也不是说很大，就有一个月亮在这边。好，那所谓的星星不是指那个在动物园里的星星，是天上的星星。OK， 这个应该是废话，大家应该都知道。好，动物园的里的星星应该不会长这个样子。好 ，OK， 那今天呢来跟各位分享就是这一款，这个双人包里头的这个星月科。好，那它是一个 V 级别的玩具，那拿它跟变四官方的 Deluxe 放在一起的话，它的一个尺寸，它的一个体型。大概呢就是这个样子，体重的话它是OP 是略重一点。好，那先讲一下这个模的话，我个人认为就是它的一个从人变到车，应该说从车变人的时候是非常应该说车变从就正变车变人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就还好嘛，车变人的时候，真变的时候你会觉得还好，可是当你要人变车，你要逆变的时候，你会发现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OK， 就很痛苦了所以我录节目就这只玩具我就不用逆变来分享它，因为太痛苦了。OK， 变形逆变的话我会花很久的时间。OK， 真变的话就时间会比较少一点。OK， 所以就逆变，我个人认为逆变是非常。这款模具逆变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啊，因为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要花上我很多的时间才能把它变成车型。OK， 好，那车型态下的话，它一个轮胎的一个滚动性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那前轮跟后轮轮框的一个造型是不太一样的，然后轮框本身没有在涂装了。OK， 身上的话就是除了 OP 本身这种火焰纹以外。象征 OP 的这种火焰纹以外，身上就多了这些是什么一点一点白白的这个星星嘛，对不对？然后这里的话，车窗这边还有一个月亮 ，OK。然后主要在这边，车窗的话是深蓝色的透明零件，这边两侧都是 ，OK。那正前方车头这边的话，各位可以看到，我不晓得相机带不到，就是它这里的话，车头这个地方有一个红色的一个 Autobots 的一个标志我是不晓得各位这样看不清楚了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可是我这样看我是可以看得到了OK， 就很小。好，那很小小归小归，它的的确确是一个博派的一个 logo。 好，那车头的话就没有涂装了，就刻画就做出来车头的那个造型，但并没有任何的一个涂装，它本身也不是透明零件了好，然后呢这个地方上面这个烟囱的地方它是软胶件，这边有一点歪掉了，这个就歪掉了吧，到时候再把它调整，有空再调吧。那本身这个软胶件并不是那种软到很恶心的那种软胶件，就这样子，还有一点点硬的那种软胶件，上面是有上银漆了OK， 这边有上银漆，然后后面这边的话有做出一个就是那种卡车后面可以拖柜的这个不晓得什么东西的一个造型但里面并没有一个洞，它本身也并没有附一个货柜给它拖，所以就是做好看用的，对不对？然后这边挡泥板上的话有这种火焰纹，就象征 OP 的火焰纹嘛，对不对？一定要有的啦。OK， 好，那放到底部看的话就是这样子吧这个脚都看得到。OK， 机器人不会隐藏的不算是特别的好。然后这个地方有做出这种楼梯的刻画，是铁灰色的涂装。这个铁灰色的涂装非常漂亮，非常好看至少个人这么认为了后面这个灰色的话是这种深灰，不胶感不是很重了那但不是涂装，它本身胶就是这个颜色。OK， 好，那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星月科了OP 在电影里头并没有出现身上有星星跟月亮，这是事实了
OK， 好，那现在就来示范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哦。好，它的一个变形就如我所说的，正变比较简单一点，然后逆变的话会比较痛苦一点。不是说比较简单，正变的话比较轻松一点，然后逆变的话会很痛苦，就是了。OK， 那现在就是让它一个变形啊。变形的话，我们首先先把它的看先从哪边开始，从这边好了，这边两片这个两侧这个，哎呦，挑开。这有时候会卡住，有时候会挑不动，自己小心一点，自己小心一点，玩具不要动用暴力嘛，玩具毕竟是要用钱买的嘛，所以当然要小心一点玩了。OK， 再来的话，我们把这两片这个烟囱压下来，好，这两个东西可以先抬起来，哎呦，这个很松，这个到时候就可以扣紧，其实现在就可以扣了，这边有一个洞跟一个凸，一个这边有一个蓝色部件，车顶那边有个洞。上面这块胶感很重的这个灰色部件上面有一个这有一个蓝色部件有一个凸，灰色部件有一个洞，就这样扣进去，稍微瞧一下角度，这样扣进去。OK， 扣好就是这样，这一片还是可以活动的，到时候再把它扣紧就 OK 了。然后再来我们要做的动作是把它的这个车头跟这一块这里分离开来。这个地方超级紧，放进去很难，拔出来也非常困难。我看这边有一个凸跟一个洞，然后这边也有卡榫，所以我们要把它往上那边施力。OK， 前面这边，OK， 好，弄开来，弄出来了。OK， 好。那再来的话，我们要做的动作是把它两只这个手翻出来。好，然后这块就这样抬起来。然后呢，我们把它这个钩子，你是可以先把它放出来啦，没有关系。再把它手，就是有螺丝钉的这一面，这边里面这个有螺丝钉的这一面呢，哎呦，朝后就对了。OK， 转成这样，然后手呢，我们把它转成这样。这一块的话，转180度之后，再把它给从另外一边这样转上来。OK。这边也一样的动作了啊 ，OK， 这边转180转上来 ，OK， 这个钩子可以先放出来，没有关系。好，然后再来我们把它这个这里有一个可以滑动的这个轨道，你就你看它有时候会被你滑下来，滑下来没有关系，不用担心，是可以装回去的。OK， 就这样滑下来，滑下来之后呢，把它这个地方红色部件这块打开，把它手掌。翻出来，再把它给盖回去。另外一边我们一样的动作，压推进去，滑进去之后把这个手掌给抠出来。啊，你能不能配合一下？好，OK， 好，这样子的话他的手就 OK， 没有问题了OK， 再来我们要做的动作是把他这个脚。整个的把它给这样拉出来。等一下这个地方这个挡泥板这一块。这块先松开 ，OK， 好，然后把它这整个这边折进来，这个凸对这个洞进来 ，OK， 然后再这个凸对这个洞进来，整个把它这样折进去，然后扣紧 ，OK， 没有问题，稍微自己找一下洞跟凸就 OK， 没有问题了好，那再来它现在就变成一个长脚怪 ，OK， 好，不是啦。对，我们要做的动作是把它的两只脚分离开来。OK， 哎呦，要求，好，再把这边折叠起来，让它脚缩短，不然实在是太恐怖了。它的身高实在是太恐怖了，对不对？然后再把它这块脚前面这个分开，不是分开，往前推，再把后面这块分往后推。OK。OK， 好，然后把它这个轮胎前轮那边翻成这样，翻成这样 ，OK， 没有问题。然后再来的话，我们要做的动作是把它的这个，刚刚它自己被我压下来，它本来是这样嘛，然后我们把它这个动作是把它的这两边往外推，往外推，然后呢，把它这个头，你可以先压一下这一块，让它头可以推出来 ，OK。涌出来这块，里面这块还有一块东西可以翻出来。你有时候就直接压进去的时候压到紧，你有时候会拔不出来，你就稍微用这个推一下，推一下
OK， 那里面有一个东西可以顶，把它顶上来。OK， 然后这边稍微给它这样扣下来，这边这样扣下来，两边这个这个。偏这个放下，放下，切记哦，这块我刚刚忘了提，那么这块要反提出来，这边一样，先提出来，再整个把它给盖下来。OK， 两边这个这两片这个什么东西，我是不太清楚了，就sorry。OK， 这两片看你要这样放也行啊，就不动它也可以，可是就看你个人喜好，你也是可以把它给。分开挑成这样，不然如果你不挑，其实也行，也可以啦，只是就它设计那个关节就没有意义了嘛，对不对？好，然后这个手把它给调到它应该要有的一个角度去。OK， 这个东西为什么？哦 ，OK， 它会这边会掉了没关系，我们再把它给。扣回去就行了，这个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好 ，OK， 这个刚翻出来 ，OK， 好。然后这样的话，大概就已经变成了一个 OP 的一个造型了嘛。那在只剩后面这一块要做一个，结合，就我这边两片这个挡泥板折下来，再利用这里面这处关节给它转180上来，之后这边有两个洞对应这两边这个凸，就给它稍微扣住，它这个就不会晃。可是我觉得不是扣很紧，感觉好像只是挂着，因为感觉好像没有什么效果，它是不是松掉 ？OK， 我是手上这款卡不太进去，我不晓得这是个人还是这个模具的通病啊。OK。稍微卡一下吧。OK， 尽力而为。OK， 好，这样应该卡得比较紧了。OK， 好。哎呦，这个太恐怖了，居然……哦 ，sorry， 我把这块推上去，结果腰就断下，断掉。OK， 好，稍微扣一下。算了，先稍微这样夹住就行了吧哦。OK， 好，这样子的话呢，这个星月科它就变形完成了啊、哦。现在有各位看它一个尺寸 ，OK， 我们拿它去跟、欸，其实你这个可以，这处可以往外推啊，因为这边有一个卡口，这个你其实不推，我是觉得也没差。好，先让它站直，拿它跟。他自己去做一个身高的一个比对啊、哦、，OK， 然后跟变四的 V 科放在一起的话 ，V 科以头来看的话，它是比这个星月科还要高一点点，就一点点，可是体重上的话，这个就重了很多、哦。OK， 好，那科普文就是长这个样子嘛啊、哦、，OK， 好，那我们先再来看一个头的部分啊、哦、，OK， 头的话就是科普文的头嘛啊，它是没有口罩的版本啊、哦。OK， 它这个是漏嘴版的科博文，就这个星月科的话，它是脸啊 ，sorry， 它的脸是没有口罩的。OK， 那头的话可以转动，可能因为受到旁边的限制，所以它一个转动的弧度就只能这样，不能360。然后不是一个球形关节了啊、哦，眼睛的部分它是浅蓝色的涂装，嘴巴的部分是有上银漆，银漆上的非常漂亮，细节的一个刻画是非常精美的啊、哦。然后这两片的话，就看你要不要动它吧，不动也行，动也行了啊、哦。这两片的话，灰色部件这个塑胶就有点胶感有一点了啊、哦，应该说还挺重的。然后这个胸口两块这个地方就是月亮星星嘛，星月壳对不对？非常的好理解 ，OK。这边的话上这个金漆啊、哦，然后这个 OP 的话里面有一个特征，它这个你把它胸口打开的话呢，这个头这边分开的话，把这块往下推，里面会跑出一个各位应该都非常熟悉的这一块领导模块，而且还可以拔下来，可以拿下来。整个的话就是金色的部件，不是涂装的、哦，背面看就比较。插进一点就整个是空，因为它为了要插在这里面这个造型，所以后面一定要是空的，正面看就比较帅一点。
没有什么涂装，可是已经够精美了。他能做出领导模块，已经很感谢了。OK， 好，那这个你可以这样放进去，它是可以这样往下面这边的话，它是同一块部件，它可以连弄推上来。OK， 就是这样。OK， 好，领导模块跑出来的 OP 啊，不是啊，再把它压回去吧。全部通通，它会听到咔一声就压回去，能听到。好 ，OK， 这块，回，哎呦 ，OK， 整个全部再把它给。通通的给它给压回去吧。OK， 这个地方为什么不听话？这个地方为什么不听使唤？啊 ，OK， 那不要动用暴力了啊。OK， 就算你再生气，也不要动用暴力了啊。OK， 这个好 ，OK， 这样就卡回去了啊。OK， 那手部的话，这块可以动，然后这个地方可以转动，那边可以抬。这边可以动啊，然后二楼机可以转，然后这一片也可以，这一片也可以转，然后这下面这里也可以转动。那哎呦，再讲一次好了，这样可能不是很清楚。就是他的手这里可以动，然后这里可以转动，这一块蓝色部件还可以再自己转动，下面这个地方手这里。还可以再转动，然后轴可以弯曲，最多90，往后就不行了。然后这个地方，它的武器是两边都是钩子。OK， 钩子嘛，就是在电影第二集的时候，就是这个钩子把那个叫什么名字，我有点忘记了，就是。那个叫突然忘了啊 ，Grindel 把他脸撕成两半 ，OK， 好，那就这钩子的话，你可以考虑让它收起来了，就这样收起来，好，就这样子，那本身钩子是软胶件，没有在什么涂装了啊，整个就橘色的部件 ，OK， 那软胶 ，OK， 但不是那种很恶心的软胶件 ，OK， 钩子，它的武器是钩子。OK， 那腰部的话没有一个可动，脚的话齿轮关节往外的话，因为轮胎挡到，所以有限，往前往后基本上都 OK， 膝盖弯曲也 OK， 然后跪姿是做不出来的啊，膝盖这边护膝可以稍微这样调整，稍微这样弄，你看你要让它平的还是稍微凸出来，就看你个人了，我是比较喜欢凸出来，增加它的一个立体感哦，然后。哎呦，这个会跟着动，为什么？这边的话它是可以这样动，然后还可以有一个，它还有一个接地的关节，所以你让它腿劈开也是可以站得非常稳固的、啊。为什么后面变成这样了、啊？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好 ，OK， 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情形？到底怎么了 ？OK，OK， 好。这样基本上就 OK 了嘛，再把它扣好就好了，没事了，没事了。OK， 好。翻到背面看的话，就是背包有啦，这个，挡泥板我觉得比较碍眼，其他这两片我是觉得还好，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就挡泥板比较碍眼。那这边的话，你还可以让它拿下来，这个地方，可以让它非常紧，可以让它拔下来。OK， 拔下来的话就，OK， 好，拔下来的话，你可以把它的刀子收起来啊，不是刀子，是钩子。收起来之后，这边可以把这块翻出来，会变成它的枪，双枪，可以让它拿双枪。手的话是一个洞形，可是不是那种圆形的洞，而是长条状的洞，所以其他角色武器是不能让它握的了啊。OK， 双枪，可以让它拿双枪，然后钩子的话也可以放出来了啊。可是你拿枪又拿钩子，到底是想干嘛？对不对？你拿枪怎么用钩子？所以还是干脆把它收起来比较好了哦。OK， 钩子啊，你可以去休息啦。OK， 那武器的话，就是你可以让它变成钩子，或给它替换成双枪都是可以的、啊。OK， 那我给这个模具的分数很高了哦。人形不管是在人形还是在车型，都是分数都非常高。变形的话，难易度也很高了啊。OK， 就是这样。枪的话没有什么涂装，就整个灰色，但胶感不重，它是深灰色的部件，所以胶感不是很重。本身没有附在子弹，
OK， 枪就一个造型用而已，那背后拆掉就变成这样。哎呦，不对，这样。OK， 好，那大概就是这样子吧。后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头胶，就以前的玩具嘛，老物就是这样子嘛啊，头胶就是比较少见。现在的玩具就是，没头胶就是，啊不对，没头胶就是非常少见了啊。以前是头胶非常少见，现在是没头胶非常少见。OK， 就是这样子啊、哦。那今天节目呢，就跟各位进行到这里结束。那谢谢大家观赏，我们下一期再见了，拜拜。